大家好，我是老温。今天我探访了位于滋贺县的严立寺。严立寺呢，坐落在有着日本神山之称的比瑞山上。比瑞山海拔848米，横跨京都府和滋贺县。山的东面是与富士山并称为日本两大象征的日本第一大淡水湖琵琶湖，而西面则是京都的街市。站在比瑞山上极目远眺，整个山下的美景啊，便尽收眼底。除了自然风光之外，山上遍布了150余座佛教寺院。正所谓万物皆有佛性，遍地即为伽蓝，所以此山也被认为是众神居住的地方。其中名气最大的呢，就是有日本佛教之母山美称的天台宗严立寺。我刚刚已经敲过一次了，这没录下来，我得还再敲一次。这座寺庙有着1200年的历史，并且日本佛教的各宗派有不少的名僧出身于该寺。日本佛教天台宗的开山始祖呢，是传教大师最澄。最澄大师于公元766年出生于滋贺县，13岁的时候便成为了一名僧侣。造于一隅，始则国宝，是最澄大师的名言，说的是每个人站在自己的位置，尽可能的照亮周围，给周围带去光明和温暖，这些微弱的光聚集在一起，就能照亮整个世界的每个角落。这就是最澄大师的毕生志愿。虽然已过去了1200余年，时至今日，人们依然受到最澄大师的感召来此朝拜，把这一志愿传递下去。比瑞山严立寺自传教大师最澄开山以来，作为镇守国运的道场，坐落在京城鬼门的位置。由于在战国时代曾因庇护前井长政和朝仓义景的军队而遭织田信长在1571年率军焚毁，在信长死后，严立寺先后被羽柴秀吉和德川家康以及众大名的援助下重建。但即便如此，寺内大量的文物、绘画、雕刻、工艺作品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损毁，而无法完全复原。作为日本佛教之母的名山名寺，为什么织田信长说烧就烧了呢？说到缘由，一句话说明白，就是战国时期，织田信长为了统一天下，对寺院常立军事对手的一种报复行为。严立寺在平安末期之后，寺院势力啊不断扩张，寺院一方通过武装化拥有了大量的僧兵，一方面用于和朝廷对峙，另一方面也用于对抗其他的宗派势力。在战国时代，织田信长要统一天下，被击败的对手前井长政和朝仓义景躲到了严立寺。信长让严立寺保持一个中立的态度，否则呢就放火烧山，但是寺院一方呢却藏匿两人，并无视信长的警告。
在后来的战斗中，信长损失惨重，形势急转直下，只好请出了幕府大将军足利义昭来议和。到了次年，信长缓过劲来，便出兵包围了比瑞山，对严立寺进行了火烧。据太田牛一的《信长功绩》一书记载，信长的行为十分残暴，将寺庙中的建筑烧了个遍，天空中的云都看着像被烧着了，可见火势之大。寺院内呢，也是伤亡惨重。